你好，几岁？你好。什么？你对大学大几？三二。啊？三二。可以用啊，如果没有乱跑啊，可以用到五天。就是你应该买电的。乱跑就是四天。应该买电，手电。因为不是电池还不成熟，我不要买电。你看，本来就是。
等生他妈的。就是回一个门休息先可以吧。你不是那么兴奋啊？啊！不行啊！哎，你看到满地腿到脚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电影的。不会啊，下一次就会看电影。你的最大努力过电影车是吧？你不要看电影，你看看。Yeah!